前沙拉越州元首敦泰义马木的外籍妻子杜潘拉戈古迪今天强烈否认他强行把敦泰义马木带离加护病房送回住家的指控，并要求各界停止胡乱揣测，也不要再恶意重伤他。他现在只是一心一意照顾好丈夫，并表示自己已经入籍马来西亚，绝不会离开这里。杜潘拉戈古迪希望各界与他一同为泰义马木祈福，祝愿他早日康复，而他也会继续为沙州人民做慈善。尽管如此，向来与杜潘拉戈古迪不和的敦泰义家人表示，对泰义马木的下落一无所知。泰义马木的弟弟拿督莫奥莫图法伊昨天在古晋中央警局报案时更喊话嫂嫂，如果泰义马木发生任何事情，将为他试问负上全责。